未来 iPhone 可以通过正面屏幕给其他设备无线充电。未来的 iPhone 机型可能不仅允许对其他设备进行无线充电，而且还可以通过前面的屏幕充电，而不是手机背面来实现这一点。在一项新披露的专利申请中，直通显示屏无线充电致力于让显示屏成为充电点，它是关于让屏幕成为你放置第二个设备的地方，以便无线充电。这种描述实际上似乎并没有那么有用，毕竟屏幕上方靠着一个充电设备，想要继续操作屏幕内容其实还是挺困难的，但这也可能是个新的尝试。这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朝着再也不用考虑充电面低方向迈进一步，在需要的时候放下它，它就在充电。